他专门打花型的，我发现花型只要空接100%解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感觉可以试试看南板套，然后只按丁房就好。可以尝试丁房不压其他的招。我们怎么一回来有个清田信长啊？傻小。带全组还是太奇怪了，越想越不对劲。每次都是二点被盖，好烦啊！好烦啊！地球再脏一点哦。妈，没叫到车。那就不要死扣到底就好，你干嘛在这边接跳扣？叫不到车啊！他小啊！到底在冲他小，直接扣有这么难是不是啊？他这内层又是怎样？接不太到哎、欸。嗯。
有了，要在空接之前就按了。要在他抛的时候就在按，他不能在接到球才按，但他反应有点快。他不是一个很正规的接球技能，他只能接那种接球类型。真的不太正规。他只能接这种要接球的，他不太能接就是传球路径的那种。啊，这个几乎必劫，如果是这种的话好像必劫。那可是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，那三井的每一招都是接球技啊，那也可以拿来康特集训三井寿也对啊，因为三井寿一定是会接球的啊。别人传给三井的时候应该比较好接，防守干扰进攻升高的提升，并且加入了翔阳。月主现在十块，赞！确实确实，要被抄了，我子，还小嗨啊！欸，他很扛花型欸，花型基本上没办法放那个空接键，他好扛花型哦，他好恶心欸，他专门打花型欸，我发现花型只要空接 100% 解，干，他是拿来打花型透的欸，这么奇葩的吗？看，难怪翔阳会输欸，真打自己人欸，好怪哦。